认了，根本就不是什么守妻问题，是我们技不如人。你赢钱呢？赢了钱怎么还愁眉苦脸呢？不是，今天啊，有点累了，不好意思，啊。什么累了？就是不想玩了。哎，散了吧，散了，走走。哎，你是不是嫌玩的小啊？怎么，你想玩大的？哎，有那钱谁在大街上做地摊啊？找下场子玩去了。场子？啊，哪是场子？那可不是什么人都能去的地方，一个晚上输赢好几万了。好几万？哎，在哪儿啊？你当真要去？嗯，我也不真玩，只是想去看看，图个刺激。啊，你可真有钱。小西街边上有一个饭店，一层是吃饭，二层晚上8点以后就是赌场了。你去了小心点，里面人很杂的。谢谢。哎，那我现在去看看。哎哎，你不用这么急呀。啊，不急，不急，我着什么急啊？对吧？他什么意思？他好像是想到那儿去赚钱吧？有病吧？不一定。他好像专门是玩这个。你什么时候回来？我明天早上回来。你们两个怎么样？我在和儿子说话呢。我那个专家同学告诉我了，对植物人只要精心照顾，陪他说话，醒来的机会不是没有的。我知道，我会和你一起努力的。你怎么了？我怎么听你声音很累啊？啊？哦，有一点。你不是30岁了，你是53岁了。我知道，我知道。你啊，注意点自己的身体。明天你回家休息吗？啊，不了。明天我直接去单位，有些事情需要解决。没事没事，我会在车上好好休息的。那你睡吧。好的，那就这样，再见。
玩玩。来，事少气啊，两五千。哎，换点什么？老虎啊，玩个痛快。来来来，不要了。哎，发牌。我这个名儿你准。哎，你来了。哎，走。头回来了吗？我还正想问你呢。喂，头，是吗？我们也到了，马上过来啊。头回来了，让咱们过去。走吧。小杨，哎，来，帮我放我桌上。好，谢谢。金，头，您找我们？啊，我们来了。快坐下，坐下。哎，你是不舒服啊？没事，就是有点累。我找你们来是想问你们点事儿。您说，在胡志军这件案子上，你们觉得我是出于正义呢，还是报私仇？来，你们俩一定要说实话啊，有什么说什么，一定要。告诉我真实的想法。哎，李丁，啊，有什么你就说。我觉得您应该相信自己，这绝对不是什么公报私仇的问题。我们都是警察，抓捕逃犯是我们的职责所在。所以，我觉得您应该根本就不应该去怀疑自己的动机。况且我们两个人也坚信，您的出发点绝对是出于公心。你真是这么想吗？当然。刘丹，啊，你呢？我也是这么想的，真的，头。好，有你们俩这句话，我就放心了。头，啊，你昨儿干嘛去了？昨天，我到青川市去了，那儿发生了一起持枪抢劫案，我去调查一下。头。不是说好了吗？有这种事我去，您看您。哎，头，那结果呢？啊，结果我把那个罪犯给抓住了，但是不是胡志军。行了，没事了，你们可以走了。那我忙了，去吧。我觉得咱们头几天挺兴奋的，好像他是不是又想出什么新点子了？我也正想，调查罪犯的生活经历，可不光是用枪指着罪犯的头那么简单，是需要高级智商的。啊，边学习边实践吧。哎，你不会说我的智商有问题吧？我哪敢怀疑你的智商啊？你的智商说起假话和真话来，我都分不清楚。哎。我什么时候说假话了？那我倒要问问你，你刚才说头全是魏公，是你的心里话吗？那当然是我心里话，你以为我说假话？真的？真的。哦，那就好。哎，啊，我还有件事要跟你说，咱们的办案经费不多了，都是我在管，最近头也没到我那儿拿过一分钱，也没报过账，他老是去办案。这些钱是不是自己垫付的？不会吧。要不然咱们去查查。如果真是这样的话，查查吧。哎，老张，那个头让我们俩查一下，最近我们都报了一些去哪儿的票据。去地方多了，一时半时想不起来了，麻烦你给查一下。最近，你们组两个星期前都没在我这报过账了。不会吧？啊，那我们记错了。谢谢。啊，谢谢老张。没关系，没关系。慢走啊。我全明白了，这下我都明白了。明白什么了？你明白了？你想想，咱们组里还有多少经费啊？他明明是掏自己的腰包往里垫的。他儿子在住院，他缺钱，他还……
没错。你说咱们该怎么办？什么怎么办？找他谈去。你找他谈，你找他能谈出什么道理来？不好。那你说怎么办？老办法，找徐局，看看徐局有没有什么好的主意。你说他这么做是不是违反规定了吧？你脑子有问题吧？他是从自己腰包里拿出来给公家垫，又不是把公家的钱拿着装自己腰包，这有什么违反规定呢？你去不去？你不去，我自己去了。急什么急啊？去就去呗。好，那去了你先说。什么？我先说？你先说。我说，走走。哦，柴回来。可别跟我说你在厂子里泡了一夜。可不是吗？不知不觉的就是一夜了。那地方好找吗？嗨，好找是好找，就是太好找了。这警察也好找。哎，这你不用往心里去，里面那么多人，警察都抓，能抓得了吗？这个一般呢都是抓庄稼。哎，那其他人呢？哎，也就是罚罚款、拘拘留什么的，了不起关爷就放，教育为主。那不还是不安全吗？这谁说不是呢？跟你说，我们这街边的最安全，警察根本就不管。哎，你嫌小不爱玩，那我们也没办法。那倒不是，我主要喜欢大一点。哎，这大点不就更有意思一点吗？啊，你可真够有钱的啊，拿钱找刺激。我就去过那么一回，攒了2年的血汗钱全砸进去了。我不是找刺激，我是受刺激。哎，战况怎么样？赢了一点。哎，玩呗，大不了也是一输。怎么着，功成名就，准备睡觉了？真是有点有点困了，不好意思了啊。来到远离都城的临江市，让胡志军连续2个月来紧绷的神经得到了松弛。在这里，他不用再心惊胆战的躲闪，固定的居所，可以重操旧业的赌场，这些都让胡志军感到惬意。当精神放松下来后，他想到了一个人，这个人的存在也是他不远千里来到临江市的原因之一。还是要送人呢，先生，是要送你女朋友吧？哎，你下来，这几点文物我十按顺就乱爬了，万一腿摔坏怎么办？哎，你也不管管他，万一腿摔折了，你咋没钱看病去？甭管他，他跟猴子差不多。你叫什么名字？老虎。那他叫猴子了？对啊，这山东无老虎啊，
猴子就称霸王了。哎，你们俩真有意思。有意思？哎，有什么意思啊？说不好，反正觉得你俩不像一般人。哈，他吧，跟猴子似的，又蹦又跳，当然有意思了。不，干嘛呢？快！你看起来比他还说不好，不说了。不说就不说了。哎呀，我凭什么给你们做白工啊？哎，不是你自己说的，看我们俩可怜，免费带我们玩一玩，怎么后悔了？嗯，后悔了。为什么？你们俩玩完回去了，还记是谁领你们玩的呀？放心，忘不了。那你要怎么谢我？谢谢了。忘嘴上说有什么用？那我们俩现在一穷二白的，嘿，你要我们怎么谢？不过将来有机会啊，我肯定会好好谢你。老虎，你说的啊？嗯。记住了。干什么？拉钩啊。来，盖一张，记住了啊。走。嗯，下面那个比较好玩。怎么样，先生，是要这个吗？先生，先生。啊啊！您决定了吗？是不是要这条？嗯，就这条。嗯。对，你拿出来给我包一下吧。这条项链的确不错，特别是跟皮肤白皙的女人特别相配。你怎么知道我送的女人是白的还是黑的？像先生您这样一表人才的人，肯定有一个白白净净的女朋友了。哎，我告诉你，我送的女人，她是个非洲人。先生，您是在开玩笑吧？给包起来了。希望一会儿带的人多一点，就是，要不然今天估计得，哎，小姐，哎，先生您好，啊，那我先走了。先生要游山吗？对呀。一日游？嗯，随便。先生，你怎么了？我，怎么了？啊，没怎么。你是导游？是啊。有证件吗？你看。姚佳，是。26岁。没错。你不是本地人吧？你是？是你？认出来了。忘不了，忘不了，你是老虎。我叫乾坤。乾坤。乾坤。你好，你好。你怎么来了？我来谢谢你啊。真的？骗我的吧？骗你干嘛？你说要不我跑这大山里来干嘛？说的也是，你就是来看我的。不是，我是来谢谢你的。我以前跟你说过，有机会我一定会当面谢谢你。看不出来你还是个有心人啊。慢慢看吧。哎，你不带我玩玩？好啊，走吧走吧。但是你都玩过一次了，那都是2年以前的事了。我特想再玩一次。再说了，今天心情特别好。心情好，那就多玩玩吧。好啊。哎，我啊这几年都特别想故地重游。好啊，这不今天心愿了了吗？对啊，再带我去咱们上次去过那个地方。
变化大了。我觉得呀，还是老样子，好像比以前更帅了一些。哎呦，你也是，比以前显得更年轻了，更漂亮了。我一直很年轻啊。对啊，上次猴子老板的独生的电网嘛，对啊，还给介绍一些吧。这个是特别有名的马王堰，是世界 A 级保护的旅游景点，所以这也是一个特别有名的实验，还有另外一个。进，局长。啊，你找我？啊，周啊，来，坐坐坐坐坐坐。老周啊，最近怎么样？还好。你的脸色可不大好啊。是吗？可能有点累吧。案子有进展吗？啊，从目前来看，还没有什么进展。听说你想了些办法寻找胡志军，我们建立了一个信息站，把全国各地的持枪抢劫案在第一时间全部把它汇总起来，然后派人过去调查，从中找到线索和证据，争取和胡志军的816案并案。有效吗？从目前来看，还没有。老周啊，你一定要坚持做下去。局里领导和上边已经发话了，要千方百计地抓住胡志军，给老百姓一个交代。是。经费上有什么困难没有？经费，实话实说。局长，我们现在这种方法确实是挺浪费钱的。我明白了。你明天就会收到一笔额外的拨款，放心吧，啊！谢谢，老周啊，看起来你好像还有什么心事。不，局长，是我自己想不通。我现在，我都觉得，我把胡志军当成仇人。有时候我老是莫名其妙的急躁，控制不住自己。你说，我是不是不大适合再调查这个案子了？你不要把问题想得那么消极嘛，啊！组织上让你负责这个案子，那是组织上对你的信任。当然，你也有能力把这个案子办好。虽然你家里出了不幸的事情，让你受了很大的打击，但是我们相信，你绝不会放弃自己责任的。局长，这一切你还忘了当初你怎么跟我说的吗？啊，局长，我相信你周田不是那种公报私仇的人。有时候你可能会急躁，但是这是人之常情，很正常。我要提醒你的是，千万不要因为这种感情影响了你办案。是。这两年你一直在这儿？对啊，要不然还能干什么？你呢？跟以前一样，四处做生意。发财了吧？还行，比以前强多了。哎，那个猴子呢？我们散伙了。散伙了。我们不在一起做生意了，所以就散伙了。上回看你们好的还挺新意思。算了，别提他了。哎，我这次来啊，是特意来感谢你的，要送你礼物。哦，还有礼物送？当然了，闭上眼。
行，睁开眼。哎，睁眼啊！啊，你居然送这给我，这得多少钱呀？你就别管了啊，别跟我客气，拿着。不行，这里我不能收，太贵重了，真的不能收。你说你，还客气什么？来，拿着。不行，真的。拿着。谢谢，谢谢你。没想到，你居然还记得。这次准备玩多长时间啊？很久，也许一辈子。什么？我想在这儿安家。你要在这儿安家？对。太棒了。什么太棒了？哦，没什么。别不好意思，随便选两件啊。不用了，太贵了。哎，我觉得这件不错，怎么样？买了这么多东西，又领我出来玩啊！没事儿，以后跟我就不要客气了。那你以后有什么需要我的地方，跟我说就好了。刀山火海我也下。我现在啊，是安全第一，哪来的什么刀山火海要下？那我先回去了。行，那咱们再联系。啊、好，拿着。我给你叫辆车。好的。大家好，一千。要一千，我跟要分。我跟了。还是我大啊。哎，对，你说话。一万，不好意思啊，哎呀，赶紧赢钱了，哎呀。
自从胡志军从雍州逃跑以后到现在，我们一直采取的是大海里捞针的办法。这种办法就像李丁所说的，事为公办。涛儿，您别这么说，其实您说的也是对的，这是我们现在唯一可行的办法。哎，我现在也在寻找一种更有效更实际的办法。我们也不能靠运气一个案子一个案子去对比，我们应该像丁教授所说的那样，更多的去了解胡志军的为人和他的动向。哎，对了，原来我不是跟你们说过吗？胡志军的这些照片里有着许许多多的信息，但是我们一直无法解读，现在应该是解读的时候了。就是您说的全面了解吗？对，涛，我明白了。您是要让我们比胡志军自己更了解胡志军。对，这次调查我们应该从胡志军的细节入手，这样才能够得到更有价值的线索。那从哪儿入手呢？哦，这是我跟丁教授拟定的一个调查报告，您可以先看一下。我想我们应该先从和胡志军密切联系的人入手，这样我们就从中可以得到一些信息，这才是我们目前工作的重点。涛，您放心吧，我一定把胡志军从小用的奶瓶都给您翻出来。好，这样，李丁，你去调查胡志军目前联系过的人。是。刘丹，你去调查他的亲人，重点放在胡小军身上。是。我去调查其他人，咱们分头行动。是。临江市警方针对赌场的一次突击搜捕，让原本已是惊弓之鸟的胡志军仓皇逃跑。对胡志军来说，每一点风吹草动都可能是致命的危险。姚佳，啊，没错，是我，啊，什么事儿？你怎么不说话呀？哎，你怎么不说话？我还在等你说话呢。啊，吓我一跳，我还以为打错了呢。啊，哎，怎么了？有什么事儿吗？哦，没什么大事儿，只想跟你道个谢。你给我买了那么多东西，还领我出去玩。我跟你说过多少遍了？你不用跟我这么客气。当年你领我去玩的那一趟，哎，应该说是我这几年最开心的一次。所以我觉得，不管怎么谢你都不为过。真的？真的。啊，
我平时啊，很少像这样出去玩。跑来跑去的都是业务，日子是又忙又紧张，所以我有的时候觉得生活挺无聊的。那以后有空尽管找我好了，我带你到处玩去。反正这地方是个旅游城市，玩玩乐乐的地方我都知道。哎，那好啊，那我就提前谢谢你了。不过近期可能不行。怎么了？工作很忙吗？不，不是工作的事儿。那怎么了？你说呀，不能告诉我。嗨，我有什么不能告诉你的？我受了点伤。啊，你受伤了？严不严重？不严重，是我自己走路不小心碰了一下腿。碰了一下？别说那么轻松，上医院了吗？去过了。怎么样啊？还不就那么回事儿啊。那现在疼不疼啊？没事儿，不疼了。你在哪儿？我要去看你。喂，你怎么不说话？你来吧。我就住在文化街16号 A 栋3单元201。哎，可能不太好找，你要找不着的话给我打电话啊。好，3单元201是吧？我现在过去。哎，你不上班了？哎，请假呗，哪头赚哪头金我还知道。那好，那再见。一会儿见，拜拜。这怎么回事啊？妈，抢钱的又不是我，那是我哥呀！凭什么？这帮人凭什么？凭什么限制我自由？你安静一会儿行不行？你叫我怎么安静啊？换成是你，你早就疯了。这不好好的吗？谁限制你自由了？放屁！这电话被监听了，整个屋子都被监视了。啊！你看看这对面的窗户，啊，说不定还有望远镜。我怎么了？我要是一出门还跟着便衣警察，他们凭什么这么对我？你跟谁装委屈呢？啊，你有病啊？哪来的监视器？哪来的望远镜？电话也就是一个星期查一次记录，只要你不出这个城市，谁会限制你自由啊？说白了吧，也就是现在警察天天看着你，你不敢去赌场了吧？净扯这些没用的。怎么？我玩玩吗？现在倒好了，我现在成了丧门神了。我到谁家去，就等于把警察领到谁家了。妈的，当线人还可以拿点好处费呢，我图什么呀？你图什么？你能不能图点正经事儿啊？人家周警官前段时间说帮你介绍一个工作，是你自己给推了的吧？工作？我需要工作吗？我哥没工作，那不照样吃香的喝辣的？你哥他现在是逃犯，脑袋都挂在裤腰带上的，你怎么好都不学，净学他这些呀？再说了，搞歪门邪道的，你哥比你强多了。行，你说我哥比我强，这我也认了。我哥，就凭那几个小警察想抓他，那是不可能的。我哥是什么人物？是他们说抓就能抓的吗？谁呀？这谁呀？谁在跟警察叫板呢？
跟随一点点痕迹，上天入地。坚强的你，撑起风雨。